超级汽车。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。八爪虫虫车出发。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您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他会吐丝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嘎吱嘎吱怪，最棒的探险队来了！我是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是三队长，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
不，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20只眼睛，80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嗯，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丢找一找，丢找一找，金锯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快使用惊喜道具吧！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现了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咦，这儿有一间木屋，嘎吱怪住在这里吗？嘎吱嘎吱，你们别害怕。嘎吱嘎吱，是我生锈了。嘎吱嘎吱，车轮转不动。嘎吱嘎吱，我都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。那我们帮你修理一下吧。咚咚咚咚，锤子咚咚响，刷刷刷刷，油漆刷一刷。哦，谢谢你们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愤怒的蜜蜂，哇，好甜呀。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
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嗯，成功了。皮皮，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开心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，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
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跳跳出租车，皮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送达，下一站是哪？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第五第五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蚂蚁搬家，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我酷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，我挖。哇哇哇、快躲开！石头在向我们求助。啊，不对，是一群小蚂蚁。我们的洞穴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啊，居然是酷宝！哈哈！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哦，真是对不起，
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跟我走。车轮轰隆轰隆来到街道上，车轮轰隆轰隆来到大街上，车轮轰隆轰隆隆穿过草丛向前走，轰隆轰隆来到了花园。我要开始工作了，惊喜道具开启。旋风的特训。嘿，快看，今年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，时空跑道开启。
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！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？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哦。嘿。嘿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方向，车轮旋转，别摔跤。力量，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，迎接挑战，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是新纪录，太棒了！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，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啦。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，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喽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继
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注意啦注意啦，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，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罗杰先生。欢迎你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到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。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，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怎么样老板，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，看招。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。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
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车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土地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春飞救援，快快快！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圈两圈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。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砰砰砰，冰箱倒下啦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冻住啦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